我们今天进行消杀，在消杀的同时也不忘练功，提着喷雾器就跟我们平时练少林水等功一样，严格要求自己手臂伸直不打弯。练武不仅使我的身体更加强健，也锻炼了我的意志力和团队凝结力。我很自豪的能通过禅宗少林音乐大典这个实景演出平台，将少林武术展示给全世界，让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国，认识河南，知道登峰。